是不是每天都画眉毛？我没有画眉毛。怎么保养皮肤？就我平常只会洗好脸，然后擦个乳液，这样可以。我看一下。哦，有戴过牙套吗？我国中的时候有戴过，国中的时候有戴过，然后戴了两三年吧，戴完之后就他要继续戴那个维持器，可是有一次我在坐公车的时候，就把那维持器放在公车上面，对，然后因为那个维持器还蛮贵，他做一次要5000多块，上面就要5000，下面也要5000，所以就要10000多块，所以那时候弄丢我就不敢跟我爸讲，所以后来就歪掉，很快就歪掉了。为什么他在公车上弄掉？没有，因为他是用一个小盒子装，然后我就放在前面那个袋子里面，然后我就忘记带走。好日常的对话。哦，如果哎、欸，好，这题不错。想去宜兰玩，推荐的景点，你们可以去查一个，我很常去的海边，在我外婆家。然后那个海边是很野生的，对，所以你们去的时候记得要把垃圾带走。那个地方你们可以查一个点，叫做乐高冲浪俱乐部，在那附近，它是没有一个定位，所以你们查那个俱乐部应该可以找到附近有一个海边，对，那个地方我很喜欢去，就我每次回宜兰几乎都会去。